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107，最后一行，最后一行。现息神变，我们把经文念一遍。病现种种，息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我们就看到这，我们才翻到夜夜灵奇啊。前面这页，页页零七页，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当中，我们看这一段注解，如续分。大教缘起品，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放大光明，数千百遍，光眼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曾有，如是之瑞印称奇瑞，以习所谓有也。经文读到最后这一段，天地真瑞，让我们回想到本经的序分，有放光显锐，在本经的正中分也有礼佛现光明，都有。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又看到了前面细说这个地方六说没有说的那么详细。我们把序分、正宗、
这一篇合起来看，啊，这一篇是刘同分合起来看，大致上啊都能够明白了。下面这一颗光照十方，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一即是三，三即是一，续分里面也是普照十方，正宗里头还是普照十方，诸天比我们聪明，比我们有善根。为什么？佛讲经，我们在迷惑颠倒之中啊，没见到佛，也没有听到说法。佛现种种神变，我们丝毫没有感触到，这是什么？这业障啊！平时受到业障，不知道业障的严重，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有一些体会，体会的越深越好，体会的越深的是你的业障比较轻，业障重的人体会的浅，甚至于根本就没有体会啊！就像前面我们看到念老住这个心，住到阿弥陀佛生生世世追逐我们，慈悲到极处啊，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自己没觉得啊，这业障深重啊。说到这些地方，老居士落泪了，掉眼泪了。那这是他的感动。我们读的这个经，看的这个注解，没流眼泪。我们也受一点感动，没有那么深。从这些地方就能够慢慢体会到凡夫业障不可思议。啊，十方世界诸天他们的烦恼比我们轻，诸天在虚空当中有感应，见到佛放光显瑞，他们在空中奏乐，以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色界天比欲界天高，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天更高，啊，他们感触的更深，所以
闻佛放光仙瑞，他们在赞叹呢，叹未曾有啊！啊，经上讲的念老者注解很简单，天月云空啊，空中有音乐，空中有现象，神变稀有啊，光明普照，这部经讲圆满了啊。后面我们再看这一段，无量妙化了纷纷而降，这是什么？这是天人散化，天化纷降，纷纷而降啊。经云稀有神变，古今所现，一时奇瑞，无量寿经超里面有这么一段，续分中有光焰显瑞，经到经讲完毕之后，也现瑞相，当知佛意也，表真重也。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读到这个地方，心里要知道佛的意思啊。放光显瑞表什么？表真种，加强所谓流通显瑞者，明感瑞真意，说明啊，对于瑞相起感动，自己得利益了，证明得利益了啊。净严疏里的说，如来化舟，舟是圆满，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到这个地方圆满了，介绍完毕了，为了帮助众生正上恭敬心，故以神力啊，这释迦牟尼佛的神力动地放光，左右羽化啊，总之解为众生真心啊。我们看到天花纷纷而降啊，证明这是诸天为我们证明佛所说的一切话是真的，真是语，帮助我们升起信心，于今所说难行之法因生实现啊，实现是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取这个意思啊。最后这一段，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助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阿难，是本经上半部的当机者，
等于是听众里面由他来做代表。弥勒菩萨是后半部，后半部弥勒菩萨当机啊，所以这部经阿难多闻第一，弥勒是未来佛，现在是补处菩萨，时界因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总结了弥勒菩萨到这个世界上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实现八相成道，龙华三会啊，不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300多会，弥勒菩萨将来讲是只有3会，他的会期长，得意的人多。哪些得业的人？现在释迦牟尼佛麾下的一些弟子，没有求往生的，还在这个世界修行的，阿罗汉以上，还有一部分天人，在龙华三会就能得度。啊，那么这些菩萨、阿罗汉、声闻是阿罗汉，还有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这一句“皆大欢喜”，要特别留意。大欢喜，为什么会大欢喜？得真实利益。我们读了这部经，真相信了，一定发愿，真发愿的一定放下，往生净土啊！念佛的同修，最后不能往生，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没有看破，没有放下。没有看破怎么说呢？对极乐世界没有真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苦难多，难得遇到一个生活的环境非常美好，自己心心向往，希望移民过去，这个世界再好也不能跟极乐世界比，你要真正认识西方极乐世界，我相信你的出离心呢一定发起来了。我希望离开娑婆世界，
我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大欢喜心啊，信，真信了，信了怎么样呢？法愿，我这一生非去不可，能去得了吗？你有这个心，就真能去得了。为什么？这个心跟阿弥陀佛戒引的心相应，阿弥陀佛要戒的人就是这种心，真想去一点怀疑都没有。善人极乐世界接受，恶人也接受，平等对待一切有缘众生，有缘就是真心，真愿意去，这就有缘。啊，纵然自己这一生当中，啊，过去不说，造作很多恶业，甚至于无逆十恶，坏事干尽了。遇到这一部经教，听完了，生大欢喜心，能不能往生？能，也能往生。为什么？你在世界上所造的一切善恶业，自信你都没有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明心见性，是那样的境界。所以去的时候心不清净啊，无你识我不清净，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罪业消了，没了。那为什么没了？环境上没了。极乐世界找不到一个恶人，找不到一个人有恶念，没有恶念的。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就能把我们无始的罪业转变过来，变成求生的功德了。所以怎么能不欢喜啊？真正欢喜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信受奉行。后面这一段念老有注解，我们看他后面所注的说明，欢喜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说者清净，于诸法得自在故啊。说的人是释迦牟尼佛，身心清净，究竟成佛。成佛是什么样子？我们想一想，慧能大师，
当年开悟了，开悟就是成佛了。五祖忍和尚召见他，然后问他明心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你见到的性什么样子，说来看看。他说了五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来就清净的。有没有染污？没染污。那我们今天修善造孽，是染污啊。然后呢，然后呢，意义六根里头一根的眼耳鼻舌身意，是这个你说然后了，阿赖之意还有个根，意的根是什么？根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所以染污的是妄心的，到极乐世界的人不用妄心了，用真心了。这一点很重要啊！啊，妄心没有了，转妄心变真心了。相宗说是转八识成四智，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自信里头没有染净，自信里头没有对立，自信里头没有欠缺，圆满的。啊，所以于诸法得自在故啊。这大自在啊，啊，清净啊。那第二个自信，不生不灭。第三个是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你明心见性的。自信里头的智慧等等通通现前，所以你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外国的宗教赞美上帝全知全能，啊，佛法里说得更清楚更明白，你真的化身菩萨，你就自在了，你就具足了，都现出来了。啊，化身菩萨，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四十一片无明，断尽了，就成佛了。是本自具足啊，具足无量功德了。我们今天无量功德是被一些罪孽妄想分别执着这染污障碍了，不能起现行，这个东西去掉了，放下了，本自具足的都能现前。我们也想放下了，功夫还不到家，还是放不下。那这是什么？烦恼习气，无量劫养成的，不是那么容易丢掉啊。最好的方法，信
愿持名，能帮助你看破放下，能帮助你一生成就。你要把这个想通了，想明白了，真干了啊，真的看破，真的放下了，你会大欢喜。那真的不是假的。前面我们看到夏莲居老居士看到无量寿经生大欢喜，为什么？看破放下了，他障碍没有了啊！这是我们要学习啊，要跟这些大菩萨们学习。跟这些证入境界的祖师大德追随他们，一步也不能放松，这一生究竟圆满成就，这就对了啊！于诸法得自在。第二呢，所说法的清净，以如实清净法体故啊，法清净，法怎么清净？说而无说，无说而说。我们说法不行啊，我们说法有所说。先在心里想，然后在口里说出。那我们知道，一切诸佛如来讲经说法，他没有想，他自然露出来的。纵然像华严这样一部大经，也没有通过思维想象，所以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清净法体就是自性，就是真如本性，本自具足。啊，具足一切法，所以他不必思考。随着众生的根性，完全契机契理，一个字也没说错，这是佛法，世间所没有的。我们不知道啊，学了佛之后，听佛说经说多了，逐渐逐渐体会到，慢慢也相信，信心还不够足，足了就正果了。啊，我们今天知道自己业障很重，也知道有一法，就是心愿持名这一法。这一法能帮助我们这种根性的人，一生当中也能证得圆满成就，不可思议。啊，这第三，依所说法得果清净，一。能证得清净妙境界故，清净妙境界是极乐世界，不是别的地方啊！是敬畏大众，闻弥陀愿，
和世尊恩，弥陀的四十八愿，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感恩呢，感释迦牟尼佛自得大义，这个大义是真的，不是假的，怎么不欢喜呢？啊，当然生大欢喜，下面念老的意思准超义啊，前面讲的注解，注解里所说的意思，第一个说此经者是我本师，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是为摄者清净。这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一句话是佛说的，我为法王，于法自在。第二呢，所说的种种功德只是一清净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是呢所说法的清净。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法，字字句句无不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的，我们要知道啊！啊，这是说法清净。第三，得果清净。那果报。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一切清净全都证得了。如灵峰大师云，欧耶大师啊，欧耶大师告诉我们，夜夜庄严，全体理性，一教修持，横出三界，坚登不退，原生四土，就近成佛，是乃德国境界清净也。具足这三种清净，闻者得无上的利益，是故皆大欢喜，信要受持，故云信受奉行。这是讲世尊说经每一部经最后告诉我们的都是这几句话。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了，得意无量啊！啊，不明白这个话的，不得受用。所以这几句话，重复的变数越多越好。这让我们想起释迦佛在世
为什么说法四十九年？当年做佛的长随弟子听经，每一次都是从头到尾听佛讲解，一遍一遍啊，三百余回，至少也听了300多遍。佛力加持，个个成就。啊，今天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是一教，是经典。啊，经典确确实实都流传到中国来了。啊，中国的祖师大德将它编汇编辑在一起，成为大藏经。啊，大藏经里头有49年所说的一切法，除这个之外，还有历代祖师大德讲经教学留下了不少的文字，帮助我们理解，便利我们学习。可是经典的学习能不能得利益，全在恭敬。古大德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那现在我们这一代人恭敬心没有了，不知道恭敬，所以听经很难得利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恭敬心从哪里修？要从孝顺父母。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2个字，一个孝，一个敬。全世界人虽然都有，他没有真干了。他有父母，有师长，但是对父母没有孝敬，对师长没有恭敬，尊师重道他没有。这是因为没人教啊。西方的圣人都在宗教里头，在经典里头，我们读了这些经典，看到了有教，没有佛法佛经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慈悲，一再的叮咛，一再的劝请，那今天要恢复佛陀教育，要恢复传统文化，如果不是从孝亲尊师上下手，不可能有成就。所以孝是传统文化的根，敬是传统文化的本，像一棵树一样，有根有本呢。根没有了，本没有了，哪来的枝叶花果？这个道理不能不懂，这个事实不能怀疑。啊，怀疑大不孝，大不敬了。你当然
不能得离。啊，所以说到根本比什么都重要。啊，我这一生有这么一点点成就，得利于小时候，在根本上下了一点功夫。我们住在农村，住在乡下，小孩从小这些孝敬从哪来的？从父母来的。我们看到父母怎样对祖父母，那祖父母还在啊。所以我们不是从言教教的，是从行，他的尽孝道我们看到了，不敢不孝，不敢不敬啊。以后见到大人跟我父母亲年龄差不多的，也看作父母，在他面前要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啊。那个时候社会普遍大人对小孩，看到小孩都会做出很好的样子给孩子们看，他们学过啊。我们这一代生在民国初年，改制了，私塾没有了啊，改成学的学堂，学堂里的就不重视这些啊。虽然说不重视，比现在好多了。现在连影像都没有了，完全看不到了。小孩真是得大自在，完全自由开放了啊，没有从前做小孩那么样的乖，那么样听话，那么样的老实啊，这个看不到啊。这对我们学传统文化学佛影响很大了。圣贤教育，佛菩萨的教育，要从孝亲尊师上扎根啊。没有这两个字，我们就知道它有严重障碍。怎么教？还是自己做榜样。教人先教自己，自己做好榜样给别人看，让他受感动，让他回头，那就能教了。《无量寿经起信论》这里面有这么几句话：此经居无量寿全身，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像什么样子？读这部经就明白了。一居一切诸佛全身，于此信如皆具一切佛智，对这部经你能相信，你从这里入门，你就得一切佛的智慧。故曰：闻此经者，于无上道永不退转，至金藏灭尽，此经独留。所以佛此加辟殊意于经，奉劝后贤普通信受。幕后这几句话，这是彭继清居士讲的，无量寿经起信论是他做的。
啊，这部经在藏经里头有，大藏经里面收入啊，所以我们要尊重啊，也像古大德一样于此陷入啊，过去的陷不专不纯，功夫不得力啊！今天我们再读一遍《无量寿经》啊，又听了这一次的学习，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明白了多少，就落实多少，不再犹豫，不再改变。学海贤老和尚的老实，老实人有成就，听话的人有成就，真干的人有成就。我们只要学习这六个字，老实、听话、真干，就这一部经，就这一句名号，是释迦牟尼佛啊，不仅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最激进的、最快速成就的法门，就是这一部经上所说的。那么我们就晓得，这一部经是大乘经。不但是大乘经，是圆教大乘的第一经，你遇不到，那是过去生中积极的善根，善根不够深厚，在这一生当中没有缘遇到，现在缘足了，缘具足了，遇到了，遇到了还犹豫不决，很多怎么办？我们除了对下莲就老居士的肯定，我不敢讲，我的老师告诉我，李炳南老居士这个会记本是他老人家给我的，我得到他这个本子，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我记得先后从头到尾我讲过十遍，是一李老师讲经写的笔记作为我参考资料啊，李老师的佛法是跟印光大师学的，所以印光大师是我的祖师，我们一脉相承。那么黄念老居士的这个注解注的这么详细，
他很用心，引经据典，所说的不是我说的，经常说的，古大德说的，好啊。我现在想到，印度的信徒很多，印度对这个经怎么看法？他没看到。印度往生的时候，这个汇集本还没做成，所以他老人家没看到。但是印光大师文钞里的有，文钞的内容非常丰富。那我们能不能把这部经跟印祖文钞再核对一下，哪些地方祖师说的跟这个经义讲的相同？我想这样子对我们修净土的人能够增长信心啊，不再怀疑了，真正真心啊，真正愿生极乐，真正念佛求生，这个利益无比的殊胜啊！好在我这个想法，现在有同学真的他们在做这个整理的工作啊，把印光大师全集跟这个汇集本一段一段的，一句一句的来对照，看印祖怎么说啊，这个我觉得功德是无量，帮助我们对这个经典啊，对于下莲宫信心还不足的人会有很大帮助啊，我也跟在一起随时的来学习。今天第四回学习到这个地方圆满啊，我们把这几句念一下啊，无量寿经的这边我重复念一段，此经居无量寿全身，一居一切诸佛全身，于此信如集聚一切佛智，故曰闻此经者于无上道永不退转，至今藏灭尽此经多留，所以佛此加彼殊意欲尽，奉劝后现普通显受。谢谢大家啊！这部经讲到此地圆满了。